我是老师。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来玩弹珠人。自从上次玩的时候，我完全上瘾，能买的东西都尽量买，而仅限于一些价格比较不贵，不然我真的会越买越穷，你知道吗？我快没有钱了。上次玩我们不是办了第一届的联社大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总不能就是福利那些联社型的陀螺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今天讲到陀螺，我们总不能福利那些联社型的弹珠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要来比的就是威力大赛。在这个威力大赛的话，我们总不能就是只打标吧，打标太无聊，所以我今天还特别准备一个东西，叫做这个。OK 吗？这个叫什么？轰烈弹珠人的一个竞技场。对不起，我不太知道它的全名。反正呢，你们只要查轰烈弹珠，基本上就可以找到，而且这个价格不贵。我是买差不多650左右。这个为什么是拿来比威力型呢？因为它除了附了基本两个弹珠人之外，非常非常划算。然后它还附了一个竞技场，然后竞技场里面就有这个。大家讲，这个的话是一个标靶塔，它的标靶你要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到歪掉，最后那个弹珠掉下来的时候，就到时候你获胜了。我觉得比较能测定威力型的标准，我觉得用这个塔。我还特别搞错这个。这个话就是很多国外有在拍弹珠的，他们会使用的一个威力测定仪。所以当中我们今天的比赛有两点，就是说呢，最快把这个塔射垮，最强威力射速来做综合评分 ，OK 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不好？来，哦呦，喵，你见好多，我主要怎么知道？我们弹珠人今天要参战吗？应该是不要。然后我们这次目标的话，我打算设计成只要能把两个塔打爆就获胜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来换一下我们的组装画面。好，这些就是我们这一次塔的零件。然后我们这次弹珠人先不组，弹珠人我在下一届的比赛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出现。哇，好怀念哦！我以前小时候就是玩这个，这以前小时候我也玩到，只是我都没有买过正版的。我好坏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就麻烦把它组装一下吧。要怎么组呢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这么紧，他们射得爆吗？我很怀疑耶。这样不会太硬吗？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好像不是，完了。哦，我帮我们塔完成了，就这样，有没有？哦，其实还蛮酷的。然后再这样子，好，完美。好，再一次换二塔。好。以上这四位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选手好吗？这边还有一位，你们看不到，这台是我哥的，我把他偷出来了，他应该杀我。这台的话是我们的凤凰号 ，OK 吗？这台的威力，我跟你讲，基本上是恶魔别级的，好吗？然后第二台是我们这台，这台是我们的朱雀，好吗？我知道有文章系统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只是要跟那个大便一样。然后再说我改装这台水晶龙，好吗？这台威力非常非常强大，就是我们的连射王赤红龙。来，我们就马上进我们的比赛 ，OK 吗？第一场先让赤红龙先开始哦，所以 two。One, 比一 ，Fire！ 根本打不穿嘛！可恶！等下，我要加子弹，这根本打不穿嘛！想骗我？打一个，打一个，快快快！啊！结束了，我花了几秒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有点久。换下一台。好，来到第二轮，有我们的朱雀。Three, two, one, 比 fight！ 快打啊！一二，一二。好，我放弃了。好，淘汰，淘汰，淘汰，不管，不管，淘汰。有我们的水晶来参战 ，OK 吗 ？Three, two, one, 比 fight！一二，有有，要打要打，一二，一二，打，对，哦哟，很强啊，一二，等一下，一二，一二，啊，等一下，呀，零件喷掉了，没关系，一样可以战斗，一二，有再来的，快打快打快打，快打。结束了，其实是很快，而且威力很猛，大概还没打成这样。就是我们这台，给我看清楚，什么叫从我哥那边拖来的东西，非常非常的凶残，两发解决。Three, two, one, 比 fight！ 一二，哦，整个塔在动，一二，
哇呼呼，好，第一座塔解决，两发一错，第二，一发一座，一枪一个，最强凤凰号，这位也太蠢了吧！再次我们下一个项目，数值计算比赛好吗？然后越高当然就获胜。好，第一只有我们这个，来啦，只有一发机会而已哦，一、二。11.13，好，蛮弱的，有点废，怎么讲？好，第二只有我们的凤凰，有压文章哦，来啊，一二，这什么鬼？看清楚，8.38，太弱了吧？好，换，再什么再？水晶龙，哦，欸，目前第二高分哦，它的时速是16.1哦，还行还行哦，让我们看什么真正的威力，一二，掉掉掉，一。哇！等一下，27，我可以跟你讲，27差不多就等于是你被一台机车撞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差不多已经是机车的速度了，傻眼呢！好，我现在难得恢复我的战斗场地，因为现在战斗场地非常非常乱，你是冠军 champion。凤凰号，但我哥不要杀我，这是贵到爆，尤其是这个弹夹衣。好，我不管，我就要拿来玩。我跟大家讲，它这个是用车子仪表板那个测速的单位是一样的，所以基本上这27公里，你被这射到，等于是被跟一台弹珠大小机车撞到是一样道理啊，不要怀疑啊。难怪两发直接把场地轰掉，我的天哪！希望这次的威力大赛大家喜欢好吗？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里面，陆健这边一批玩家，陆健这边好，没错没错，接着我们边，我们下见，拜拜。